2016中国深圳国际钟表展览会于6月23号在深圳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全球首个适合各类机芯通用的手表支付模块发布会在深圳钟表展上举办。飞仙有限公司的非接触支付系统是采用 NFC 进行安全支付的手表支付模块，内置芯片及天线是消费者在 POS 终端机的读卡器上轻刷一下即可完成小额交易。非接触式支付的使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遍，该模块所配备的蓝牙天线和信号转发器也经过精心测量，固定在不锈钢手表中。该模块使用金雅拓的解决方案，用户可以通过移动 APP 或者在网上进行充值，能在世界各地支持 Visa 卡、万事达卡、美国运通卡及银联卡的非接触式支付 POS 终端机完成支付。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机芯托，而这个机芯托是一个支付有带支付功能的机芯托，是可以全球通用，国内就可以用银联，外国啊、香港啊或者其他国家全部就可以用Visa 或者 Master 嘅。咁呢个支付功能其实我哋而家一般用开嗰啲信用卡咧，有嗰个叫做非接触式嗰种嘅呢啲拍卡机都可以已经付款嘅，例如71啊、麦当劳啊、星巴克啊呢啲咁样嘅地方都可以做呢个非接触式嘅支付嘅。该支付模块可装载多达8个信用卡账户，功能上包括银行支付应用、公交应用、门禁和汽车门锁控制等。